走进实验室，年近六旬的张和平正带领学生们对酸奶的样品进行研究。作为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张和平一直投身于研究乳酸菌的奥秘。谈及执着这项事业的原因，张和平介绍，乳酸菌被称为乳品工业的芯片，但曾经中国的乳品企业大多采用国外的菌种进行生产，所以那时大学毕业的张和平决定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乳酸菌的研究中，并下定决心要让中国人的酸奶用上中国的乳酸菌。光阴荏苒，这一干就是35年。不久前，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揭晓，张和平作为主要完成人的项目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制及应用，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让我们中国人的酸奶用我们中国的菌种，这是我大师动机。我们这次获奖的项目其实还是围绕我们团队多年的研究，仍然是围绕乳酸菌，是我们实验室30多年成果的一个凝练。那这次我们很明显的就算是有一个取代国外的。科研的探索是艰苦的，而收集乳酸菌的过程更是艰辛的。谈及这些年的寻菌路，张和平说，不下苦功夫不可能取得真经。一开始他经常行100公里到偏远的牧区，走泥泞的山路，只为讨一碗牧民自制的酸奶。途中遭遇狂风暴雨，克服高原反应都是家常便饭。翻山越岭这是不遇过，特别是我清楚记得，就是20多年前我们是在青海产阳，到这个季节是一会儿来一股雨，那山上的路呢雨过以后特别滑，两边也没有防护，那是我记忆最深的。那个要弄跑了就摘下去也就没事了。35年磨一剑，如今张和平和他的团队收集了来自6大洲的6472份珍贵样品，这些样品保藏着33个属、326个种和亚种，共计51286株乳酸菌的生命密码。这个资源库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认定为目前已知的全球最大的乳酸菌种质资源库。看着这些样品，张和平笑谈，自己在生活里思绪也离不开乳酸菌。朋友们出门远游，被他请求带回最多的土特产就是带有乳酸菌的样品。张老师，我最近要去欧洲哪几个国家，我提醒了，说你有啥事儿，有啥要买的，我说没个啥买的，你就把样品给我整回来就行。现在又有微信，看哪个朋友去旅游去了，你就发个微信，哎，说你顺便把那个样品给我弄一点。所以你要天天要叫做这件事情。张和平还带领团队完成了20188株乳酸菌基因组解析，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乳酸菌基因组数据库。他们发明的益生乳酸菌精准筛选技术，精准营养调控培养和脱氧微囊包被干燥的技术，也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同时让乳酸菌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真正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张和平说，下一步他们还计划拓展乳酸菌发展的新赛道，让乳酸菌制品在健康食品、发酵乳品、动物健康养殖、活菌药物等方面实现更多的突破。科研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其实这个乳酸菌的研究路还很长，那还要有新的突破，让我们就是继续去探索，继续去